食物急诊室。老婆，慢点慢点，俺的50米大砍刀终于又派上用场了。那这些是你的娃，这是你的老婆。啊，把我当成腿老婆。不是，给我截个肢吧。 2 hours later、啊、我们又能在一起了。甜甜圈，老婆，珍珠啊，来，这是你的孩子。崽子怎么那么小啊？1、2、3。哎，这个崽子怎么那么大？月饼，老婆会生个什么味道的孩子呢？恭喜啊，是对龙凤胎，一个蛋黄月饼，一个五仁月饼。五仁？医生，是不是弄错了？嗯，没错啊，亲爱的，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我整过龙。